开门，警方直接把门拆了，一冲进去发现里面四五名赌客，灯关起来，全都坐好好的，正在装傻。给你打开了，先生。任何角落都不放过，看还有谁躲在厕所，搞得这么隐秘，民宅内却放了一大堆娃娃机。交代，对对，我是全部都有带，这是。原来这些通通都是赌婆用机台，赌场藏在新北市芦洲三民路一处民宅里面。为了躲避警方查缉，还设置了两道门禁。一二三四五六。1 2 3 4 5 6，嫌犯改装娃娃机，夹起透明盒，掷九颗骰子，不止全小、全大、全双、全单，333都有奖，甚至从六个相同数字到九个全部相同，最高奖能换成20万点数，1:1换成现金，等同20万元。另外，弹珠台一局1到500，连的珠数越多，最高能赔到80倍。接获情知啊，于辖内有民宅出入复杂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前往收证。这波搜索，警方共查扣赌博机台36台、现金34万多元以及点钞机，也当场逮捕赌场内5人。年节期间，地上赌场开张想捞一笔，殊不知这里早被警方盯上，把赌客一网打尽。TVBS 黄金光，信不信得？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